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，一个人退缩，一个人就要鼓励他勇敢前进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知道还有三个人在撑着你。这就是友情最好的样子。哇，大哥，这么久才开门，快冻死了都。冻死了，哎呦。为什么这个人会成为特别好的伙伴？每个人都会有缺陷，就可能在这三个人当中就互补了。对于人的一生来说，友情是很重要的情感。我们想对彼此说的话，我们会在未来的时时刻刻对彼此说。因为年老的少年，不管多少年之后，依然是朋友。这两个啊，而且，哇哦哇哦，不是要输